6月20日下午，姐妹校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副校长多伯尼克访问台师大。此行目的是希望加强两校的交流与合作。多伯尼克副校长还带来了台湾学生专属的学费优惠方案，鼓励学生出国留学，提升竞争力。由张国恩校长领军和多伯尼克副校长相见欢，会议中双方达成共识，确立合作目标，接着进行学院合作讨论。与会学院包含运动与休闲学院、音乐学院、社会科学学院及管理学院。Overlap between our my university and all of you in the room here that we have an equivalent college or department. 南卡罗莱纳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，结合传统与创新，追求学术发展及研究成果。该校中的许多科系获得美国政府长期奖助，深受肯定。台师大与南卡大合作，除了学术交流外，更建立彼此的友谊。这次的合作让台师大朝向世界顶尖大学更加迈进。校园记者蔡欣怡、李作恒采访报道。